我们的闭园会的组织，在我们学务处的大力推动之下，我们非常频繁的讨论毕业典礼所要呈现的一个精神，还有主轴的节目。台上是我们各班的代表，我们的毕业会也为今年的毕业典礼定下了我们的毕业歌曲《梦想》。他等下开始的时候，我会边拖着边转。Thank you.
条场地，因为有你。